知苏州、喜行、清二州、晋翰林氏读学士。累迁又见议大夫。赵骸勾当三班院，判太常寺，进给侍中。卒，赠礼部侍郎。有集三十卷。寻少客吏自修，以而不顾所守，即之湖州，越关即取以为。且好处宴，客至折出而玩之。有宴录三卷。子上，父王。安时为监察御史李行，字有传。论曰：宋臣平日久，吏多以严客为治。温之变冤狱，配监。吏冠奏还妇女为佣者若干人，眼吏事不下于冠，脱懈纵求。审之坚壁，何其明且绝也。宗亮、刘越以孤身立朝，请太后还。朕越年不逮用，声明与宗亮痛矣。访请罢却孤，薪水吏乡。连问疾苦，按不称职者，宿名于御宋，皆不多见也。然温之矣。杀将而夺官，冠以能治队而兴谤，寻父会喜敬，妾非其惧，虽烈士从，君子所不与也。张树，字少明，遂州小溪人，举进士，调咸阳县主簿，改 PG 1432。大理寺丞，迁太常博士。黄佑忠，仁宗位有嗣，述尚书曰：生民之命，系于宗庙社稷，而祭祀为之本。匹夫有百金之产，犹能定谋托后，事出于素，况有天下者哉？陛下成三圣之业，传之千万年，斯为孝矣。宗庙社稷未有托焉，此臣所以素业访皇而为陛下忧也。为一圣则宗亲才而贤者，益其礼制，是以直物。彼内外之圣心有所属，则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复上书曰：臣闻明两座离，大人以祭明照四方。离为日，君相也。二明相继故能久照，东升西眉，昼夜叠运，数之长也。彼下欲天下且三祭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闻以祭照为律，臣妾疑之。历官前世或令出宫为，或谋起婚嗣，或奸臣守义，利诱主以专政，假后宫以道权，安为之激发于请客。朝议恬然，曾不为祭，此臣全权为陛下言也。数前后期上书，最后与游击仁宗中不以为罪。数慷慨喜论事，力通判延州知四州，皆有政绩。后以上书直方员外郎为江浙京湖福建广南路提点坑野铁前事，行至万州，到病卒。黄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进士及第，累迁著作左郎，通判遂州，常给两川军事名钱，召至西川，而东川独不及，军事谋为变。正白主者曰：朝廷期望东川协待诏书激流耳，即开州躺给钱如西川，众乃定。明日诏至，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提点湖北路刑狱，还判三司摩勘司、涿江怀发运使。先是李普自三司小吏为发运使十余年，兼赃郎及丁未党之无敢言者，
朕将行。尚书自陈，此颇愤激，真宗之奇异在普也。欲之曰：卿当与人和。朕对曰：廉政公中，臣直也。复陛下任使者，臣不敢与之和。既至，发普兼赃数十，是普作废，而朕亦为普送，夺一官罢。位未全，不敢自直。即位贬，乃复官，知饶州，徙广东转运使。广南遂进一花数千。PG 1433。本至都下哭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烦扰，朕奏罢之。朕在真宗朝数论事，既促召进其官议等。胡顺之，字孝先，元州临津人，登进士第，是秘书省校书郎，知修宁县。民有汪姓者豪横，县不能治，遂租赋常不入，是以送逮捕，不肯出。顺之曰：令不行，何以为政？命机心还而焚之，豪大骇，少常驱出，叩头伏孤，推其长谢宋州，至知法为青州从事。高丽入贡，中贵人挟以为重，使州官屡败于郊。顺之曰：卿大政也，在唐压新罗渤海，奈何悲屈如此，独不败。大姓麻氏姚英杰贵氏逆兵械服用你上方，清党仆使甚多，州县被凌灭，莫敢发其间。会氏姚杀兄子温玉，其母宿于州，众乡士曰：孰敢往不者？顺之持席进去，进得其党，有诏居问，是姚论死，其子弟作流放者百余人，改者作左郎，知常熟县，迁秘书丞，分司南京。仁宗即位，迁太常博士。天圣明道间，在上宰相书起。太后还政，宰相逆不以闻。太后崩，顺之父即至自言，求其书出宰相家。仁宗加其中，特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其后属论朝廷，是众焉爱其才，然邪术上权，喜纵横捭阖，以目失民废，周礼皆淡焉。陈冠，字仲通，其先乡州安阳人，后葬其父河阳，因家焉少倜傥，数尚书言编事，举进士，真宗时冠名，擢至高第，为临安县主簿，以秘书省著作左郎为刑部祥副官，改秘书丞为省刑院祥议官，立之魏州、荆州督察盗贼，尽及不孝子弟，部书管库，复租出入，皆自检核。常谓僚属曰：是县官务如己务，容有监乎？周人淡其言，擢立州路转运使。遂基出直田肃正基者，又率复明令祭口战肃西发其余，徙陕西累迁尚书度支员外郎，入为三司盐铁判官，领河北转运使，请书徐报曹义泗水新屯田，徙河东历三司户部盐铁副。 PG 1434。使以刑部郎中直招文管，知襄州还朝促冠喜严兵咸平中大将杨琼，
王戎丧失而归，冠上书曰：前日不斩父前张昭允，使穷辈未死不畏法，请自今何斩？而奔者主校皆斩，大将战死，陛校无伤而还，与奔军同。君欲臣为别不立足救而不治者，以斗留论。真宗加纳之。又常上行事选将练兵论三篇大略言的有六害。今北边既失古北之险，然自威鲁城东距海300里，举则敲却，所谓天设的灶，非敌所能侵入。由威鲁西及狼山不百里，地广平，力持突，此必争之地。凡争的之力，先居则易，后起则劳，已有以待之。习李汉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视关南尺寸地。今将帅大抵用恩则进，虽警重可信，促与敌御，方略何从而出邪？故敌是义张兵折于外者20年，方国家收天下财勇以备劲旅，赖领给赐予而已，田于休息。久不实战，可以为京师，不可以戍边境。请募土人立本军，即丁明为府兵，使北汉契丹，西汉下人。敌之情伪，地势之险易，彼皆素之，可不战而屈人之兵矣。后以急促这兵略，是颇称之。自安石，安石字子坚，以因所听及地，家幼中为魁，侠转运判官，明续蛊毒杀人，补诸其魁病的良药图，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点陕西行狱设帅陆延，能用谍者，敌动静者先闻，常斥边民戒严，继而数万其掩至，摩索获而去，喜书加之。历史今昔，河东、淮南、京东知苏州、滨州、河中府户部副使韩将镇太原，一行严法，与监司多不合，加安石及咸殿修撰为河东都转运使，一时定为其僚曰：新事当有见，急则扰，乃出言复明而彼之劝，使随所得贸易，欲避而归劝，私犯为简。敬天章阁呆滞 PG 1435。官军西征时，遣县令左都饷安石为文吏卫妾五人邀功，乃但取感行者，身约束以防众愧，曰：事不欲尽，似其犯而诛之，是罔明也。王忠正率东师而西，报安石迟40日粮，而师驻百草坪弥月。安石深念曰：吾顿兵一久，而秦甲未至，倘不足于时，将以伐军心罪我。即善发明在相，乃以文理顺举和其专，召至御于路。安石自灵州会逮，而他路溃粮多不济，神宗察其无罪，赦之。尚书省初见，召为户部侍郎，常与右曹李定同奏事。帝母留之曰：卿岂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对曰：召问臣，臣不敢不以实奏。帝曰：以实事君，朕所与也。尽力部侍郎选人将改京官，须赐酒，铃铛引对，律困于行。四审问，
或举以为文，则一跌不复。安时则罢再问，以绝囊闭。遂为后法。出之永兴军、邓、襄、陈、郑州、河阳，至龙图阁。直学士。绍圣元年卒，年81。范祥，字敬公，滨州三水人。进士及第，自甘州推官稍迁。殿中丞，通判郑荣军。元号为陈吉，祥率将士俱退之。请驻留。樊宝、定川寨从之。立之庆、汝、华三州，提举陕西营同坑。也驻前。祥晓达才力，建议变言法，后人不敢议，稍加损益。仁哲不变，与在时获至。提点本路行欲，至至解言，累迁。杜之员外郎，权转运副使。古未寨距秦州300里，到今雅而狭。边臣数请臣之，朝廷以馈饷之间不许。祥权领州事，骤请修筑。未报，折自心意。藩不惊扰，清唐族羌攻破广武岭堡，为雅而狭寨。官军战死者千余人，坐萧一官之唐州。后复官，提举陕西原边清白岩，改制至解岩使，促嘉佑中包拯言详通陕西岩法，行之十年，遂减却祸，误使民钱数百万，其劳可禄。观其子孙景交涉斋郎。西宁中平陶明蝶荡河州数千里，至郡县，以古卫为通远军。 PG 1436。全陕西转运副使张生奏朝廷赴陶陇故地，自将帅至毕左西右公赏。陈建陶为父老言黄佑忠转运使降因熟枪数倍寇掠，其不足愿书土至臣以为守御，乃及古卫为寨。想此举足，以消举边隙，可谓之攻守之利矣。兵出少措，身处谋废，臣且卑之。既推援旧功，少赐包恤，使天下之降死犹备恩，且书降忠义之气。诏赠秘书陆义子为官者，子玉欲自训之，举进士为京阳令，以养清夜归，从张载学。有见之者召见，受崇文教书，监察御史李行。神宗谕之曰：书称圣禅说舔行，此正任御史之意也。欲请用。大学诚意振兴以治天下国家，因建载等数人西下入环庆。赵玉行编还言宝元康定坚王师与下人三大战而三倍，今载举亦然，岂中国之大不足以知下人数郡乎？犹不察彼己，妄举而骤用之耳。昨立元之意，下人深言我自修累不与汉真三犯之，然后掩杀，虽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观之，其情大可见矣。又使河东论韩将驻罗务二寨，使调外郡稍远边城前后300000夫。辽州最为穷僻，然由上户配夫434，就职计3000名，下者16人，其职10万。捻运所经22亿，宣抚司不先告其转运使临时督办，至民皆破产，上下莫敢言。
独辽。守李弘能曰名利所胜，而愧不失其，故以肃其实，翻令居罪。愿待备和官吏，其除粮在道者，随所至受之，使以困之民贤蒙德，则神宗皆从之。作和李定亲丧逆服，罢御史，检正中书虎房，故辞乃知韩城县。赵网路言义化地界，欲言保江不如池曰，池曰不如敦。醒前日将一常言矣，一旦约拜兵拿，斗者跌于前，跟者轻于后，是风沟不足是也。使人左去而兵革右兴，今增朝尾而风焉。细举是持约不足是也。今我建立而加兵，当讲好之后，复字。PG 1437。历届不亦愧乎？安南行营郭奎、赵谢以兵十万伐交趾，行及长沙，并死相属。奎、谢又不及目，欲疏其不便，不从。九知知河中府，加职及贤院，徙凤翔，以直龙图阁镇秦州。元佑初，赵为太常少卿，改光禄卿，枢密都承旨刘安世报其归门不速，出之西州。时又意气直孤，甚如两宝，欲争之曰：西河以兰州为要塞，此两宝者兰州之必也，弃之则兰州为兰州为，则西河有妖旅之忧矣。又请陈李诺平、汝遮川曰：此赵充国屯田古余塞之地也，不报入围给侍中、虎布侍郎卒。高宗绍兴中，采其抗论弃地及进驻之策，赠宝文阁学士。田经字简之，世居沧州，其后徙亳州路邑，举进士，调蜀州司法参军，自秦州观察推官改秘书省，著作左郎，为大理寺降断官。赵元好反，侍读学士李仲荣见今之兵法，赵氏中书卓通叛镇荣军，下守晕为陕西经略使，奏监管勾随军粮料入队。陈方略赐五品符，寻为经略安抚判官。守晕既罢，以五略印运筹决胜科，即是密阁与他科协事六论，今自以寄宋飞所长引去。又参下耸军事会一翰林学士朝宗阙及军中问攻守熟辩，众欲大举入讨，今曰：下人之不道久矣，未易破也。今欲屈不习之师，深入敌境，与之角胜负，此兵家所计，师出必败。或曰：不如讲和。今曰：敌兵未尝错，安肯降我哉？未几，元昊使黄延德寇延州起降，以其兵出援，未败大将人服。夏耸素不悦京，作事改通判泸州，喜知少武军提点和北路行御事，乃上言请则要官守仓，为凿西山石旧废道，以献戎马，义勇俱教，复给粮，至促守封岁，用其阵法训兵，喜战马内地以袭边废。凡十余事，仁宗颇加纳之。PG 1438。入为开封府判官，作谢求宋玉到死，出之蔡州，徙向行二州，复提点河北行御史。
王则据恩州反，今坠城去南关，入萧建营府士卒。保州镇武兵焚民居，欲应贼，今捕斩之，乃定贼。遣其党崔向伟出将，今以其持妖言惑众，又斩以训，由是迎兵。二十六，指挥在外者皆设伏，不敢叛。州之南关，民众多如城中的布县贼，今有功焉。京都市攻城胜利，贼系今妻子陈臣迫使。呼曰：“吾急攻城中将图我备矣。”今赤诸军亦进攻，驻使仰射，杀其家四人。贼知金魔所故，乃牵妻子去恩州平邑，不能欲查贼，将监运州水。先是驻博都兼田兵亦以贼发不能捕，呆罪兵坚，即城破。从珠江入，以公迁公院副使，而今独被折。御史严师查贼过轻，妄加为国亦独重，不以左迁，乃喜通判兖州，又喜之江阴军知密州，力提点淮南行御史，今西转运使，累迁兵部员外郎、直使馆，知沧州转运使。今能召集流民，为之给田除税租，凡增户万七千，特迁公布郎中。然传者谓流民之数多不实，又强为人田非其所乐，轻民税的仿古屯田法，其后法不成，所给种钱牛价，民多不偿。边吃都则至累年不能平，公私皆患之。昨天张阁呆至陕西都转运使，改兵部郎中，复之沧州，拜右谏议大夫，促今喜论议，然与凡而迂，颇通兵战、历算、杂家之术，为人上气节。少时与常山董事连，焚因郭金相友善，俱以替躺文。这天人流数，通如子，识数书，又有奏议十卷。论曰：人臣之职，当奋不顾身，而庸人切夫于国事，则耶因而不言？若胡越肥及之不相干，如张树者，其意中且果矣。黄枕至李普武权臣，胡顺之极强宗，为众人所不敢为。陈贯论兵事，范祥化编辑，皆一时卷事，妖道窃发。今出孤立保城难，至妻奴之忧，先登是贼，其勇盖可壮也。 PG 1439列传第63。周魏梁鼎范正此子讽刘师道王继方协曹引书刘元于阳告召集刘石王兵众检。周魏字的臣，昭州功臣人，幼孤养于诸父，力学功为师。刘场据五岭，昭州皆其地也，正凡负重，民不聊生。魏绿乡人600余里，将毙得零零。魏至，贼起，断道绝粮，复还攻城，则卢舍危尽，遂奔道州，为道所袭，未脱身北上。见龙初，至京师，为薛居正所礼。尚书言时务，赵氏赐同进士出身，解贺白马主簿。现大力犯法，未及斩之。上其其才，擢右赞善大夫。时魏帅福彦卿专自朝廷选常参官强干者，立其属意，以谓之永济县。彦卿交营，魏依于马上，就管使语。
相见，略不降趋。现有道伤人而义，未不惑，并报搜逆者暗诛之，不以送服。甘德中通判新州，州领居口寨多数兵，监军敖狠，纵其下为报，居人苦之。未迟往欲以祸福，斩其军校，众皆设伏。诏书嘉奖，命兼本寨前辖。开宝元年，奉州七防野主力到隐关，隐则未往待。周岁，献客数倍，赐飞鱼，又迁之地州。殿直，复严汉为监军，谋作乱走契丹，为部下所告，为擒之以闻，命谢至阙下，居得时，斩于西市。为在郡以简素称，及骸立名，遮道气流，额诏赐钱百万。太平兴国二年，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初，谓之入中原。妻子刘功臣。开宝三年，平广南，诏昭州访求，赐钱米存续之。P.G. 1440。即是，谓使骸故里，乡人以为荣。谓奏去刘场十岁算之凡者。重定田赋，兴学校，迁殿忠臣。属有事交趾，主将斗挠无功。有二拜促换假先至雍州市，夺名前，未补斩之。后至者悉令解。假已入，弃无敢犯。遗书交趾，欲朝廷威信，将克日再举。离还惧，即遣使入贡，就加监察御史，在岭南凡六年，徙之扬州。进殿中侍御史，改两浙东西路转运使，入为盐铁判官。迁侍御史，立判户部，渡之二沟院，出之亳州，赐金子，而换宋州。加职方员外郎，为益州转运使，坐从子为赵氏马，处为张信君，节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闻其清节，召骸将复用，召下儿卒，年七十七。上敏其平不克葬，付钱十万，以其子建中为臣，是主簿。为妻莫权，贤妇人也。魏北走时，不暇与权绝，二子还有。权尚少，父母欲嫁之。权弃誓曰：“魏非久困者，今为难远事，必能自奋。”于是清残积对冲，以给朝夕，二子皆必婚娶。凡二十六年，复见魏，时人议之。朱昂着末节复传记其事。梁鼎自宁镇，益州华阳人。祖岳世属为剑门官使。复文县陈氏令。鼎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解贺大理评事之。子归县，在迁住作左郎。端拱初，县圣德徽号宋万余言。世文迁殿忠臣，通判摄州，以能升文，有诏嘉奖，喜之吉州。名有萧甲者，豪华为名宦，顶抱其胸状，仗己情面喜远郡。太宗有赏其强干，带骸赐飞鱼，就立当给银宝平带，太宗特意西代赐之，记其名于玉屏。淳化中上言曰：“书云三载考绩，三考处至优。”明此乃尧舜氏所以的贤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上存
两汉以还，严格可见。至于唐氏，此道由今有考功之思，明考课之令，下自部位，上至宰臣，皆遂记功过，校定优劣。故人思激励，记效者文。五代兵革相继，礼法临沂，故为考课。PG 1441。之文只居州县之辈，处置记忆，名存实亡。且夫今之知州，及古之刺史，志壮显著者，朝廷不知；方略灭文者，任用如故。大师劝臣之礼，近臣苟且之风。是治水旱见真，欲送田邑，欲望天下成平，岂可得也？夫为陛下祭二圣之批图，为一诏之思目，念百官之位义，思四海之未康，特诏有司，申明考绩之法，庶几官得其人，民受其赐矣。而为开封府判官、迁太常博士、三司右记判官，又为总记判官，会复三部，换度之判官。至道初，鼎记陈尧叟建议新三白渠及陈许邓尹蔡素博数州用水利垦田，事具时获至迁都官员外郎、江南转运副使，就改起居舍人，徙陕西。二年，武将分道及李继迁、李继龙善出敕称录无功，还奏君处失齐，顶坐萧三任，复为殿中丞，领职如故。一母老求郡立之徐密二州，真宗建位，复旧官。咸平四年，迁兵部员外郎，知制告赐金子。十三司都不复延吉，有九倍流系者，命鼎与薛印按吉祥定，多所捐免。于月，拜右谏议大夫、度知使。时西比魏宁建议陕西禁解迟延，所在官狱，诏从之。以鼎为制置使，杨谭为转运使，张贺复之，又以内殿重班杜陈瑞同治至延氏。义者多言，边名旧时清言，其价甚贱。既近亲言以困贼，令商贾入宿，运解言于原边，价值与藩言不相远，故藩不积言制者，不能获誉。今若禁解迟言，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进富士清言，乃资道良也。时刘宗为陕西转运使，鼎奏罢之。宗归朝，亦密陈其非变。鼎既行，即移文禁止盐商所在约束乖当，盐州刘廷伟、庆州郑维吉皆不从规划。又鼎奏运咸阳仓粟以食边，粟以陈府，鼎即与民四秋收。一新粟，朝廷闻而止之，上封张密臣其烦扰者甚众，鼎使谋多举，遂令林特臣传与永兴张永会鼎等同意可否，于是依旧通言。PG 1442。商鼎作首义改作非事，诏罢度之时，守本官未己丁内监起复景德初知三班院，通进营台司监门下封博士，出之奉降府，以居幽哭泣商墓，表求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三年卒，年五十二，赐二子出生。鼎伟姿茂，磊落上气，有戒节，居官峻丽，名称甚茂。
好。学公传纣八分，长者引书三卷，史论二十篇，学古诗五十篇。子申甫及甫，范正慈字直道，齐州人，父劳谦获家令。正慈至春秋公羊谷梁登地调补安阳主簿，开宝中判入等。谦国子建成之荣州，改著作左郎。待孩至不欠于淄州，转运使称其能，转左赞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东诸州部，粮多不及其正慈所部长山县吏张秀都明书，授钱两千及杖，杀之，郡中未服。太平兴国中，改殿忠臣，通判地，升二州，迁国子博士。御史忠臣刘宝勋奏冲台职，会有言饶州多至宋，选正慈之州事。至则素系皆决遣之，须立作燕玉亭职者六十三人。会诏令廖州兵送京师，有王兴者，怀土旦行，以任故伤其族，正慈斩之。兴期一登文上诉，太宗召见正慈，庭辩其事。正慈曰：东南诸郡饶食繁盛，人心易动，心感善摇，苟失控欲，则成无呆罪之地矣。上壮其感断，特迁善部员外郎，充江南转运副使，赐钱五十万。饶州民干少者，积财巨万，为群盗所掠，州捕系十四人，欲拒当死。正慈按不至，引问之，求皆弃下，察其非实，命徙他所训居。继而民有告群盗所在者，正慈前召监军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盗遁去。正慈即单骑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贼恐咸池稍来逼，正慈大呼，以鞭击之，中贼双目，直之，贼自刃不输，余贼渡江散走，追之不获，旁的所弃赃，贼尚有余袭。 PG 1443。正慈即载归，令依附要创纪月，按其奸状伏法，而前十四人皆的事。端拱二年，戴圭与洛院副使齐仁泽、西京作坊副使尹宗二同兼谪中仓。先是令商人舒米豆儿以茶盐酬其职，谓之谪中，复有言其弊，罢之，致仕复置焉。迁仓部员外郎同知幕府州县官考课，改判刑部、吏户部、盐铁二判官，迁考公员外郎，通判定、阳、杭三州。真宗即位，迁善部郎中，召判三司勾院，额复为盐铁判官。咸平二年，初为河东转运使。三年，以本官监事御史之杂事。使李昌龄自中武行军起之子州，董衍之寿州，王德义、杨坚接任转运使，后失官载机翼。正慈上言昌龄被贪墨者闻，愿陛下罢其名政，召追海掩赤，于西待之。又言至明之官木载为吉，举吴奋等五人堪任大郡，复请令奋等各举之。县令从之，坐居任议狱，贬除州团练副使，会社复为
仓部考公员外郎，通判运州，知淮阳军，副善部郎中，已年老。求兼兖州商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卒，年七十五。子时，讽并进士及第。讽字补之，以因补将作兼主簿，现东丰府迁太常寺。奉礼郎。又献所为文，赵氏入等，出之平阴县。会合绝王陵扫。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宋不能绝，讽分别江畔者为劝，名持去不复真。讽变数激昂，喜为民生，然亦操持在己，力不敢。七为县存世贫弱，至豪华大家，郡法治之。举进士第，迁大理平事，通判资州。遂汉皇，他古皆不立。民以皇不识书，犹可议，而患五种。讽行县治邹平，发官领获。民县令真不可，讽曰：“有则，令无欲也。”即出带三万斛。比丘民皆先其而书，喜知梁山君以母老不行，得通判运州。时知州李迪贬衡州副使，宰相丁未借使者持诏书促上道，讽谪。PG 1444。留迪数日，为至庄祖行。诏塞绝河，州牧民入厨前，而臣一语。农户等讽曰：“贫富不同而轻重相若，农民必大困。且诏书使度民利，今则君取之，此有私物也。”也即改服，使妇人。书三之二，因请下诸州以运为律，朝廷从其言。喜之广济军，民避水低居，凡给徭于官者，讽悉纵使户其家，奏除其租赋。累迁太常博士，以及兼舒州临仙官。上谕要张怀德至官斋祠，讽颇要节之。怀德见于张献太后，遂召还问所欲言，对曰：“今权臣骄汉，将不可治，盖指曹利用也。”利用贬，拜右司谏、三司度之判官。百官转对，敕进臣阅视其可行者，累赐以文。讽奏曰：“非上卿懒觉可否，则谁肯为弊？”下极言者，欲卿招应公哉？下有司炙火所起。讽曰：“此天之戒告，乃父至欲以穷治之，非所以应天也。欲由是的解。”义者一复修，讽上书谏：“山木已尽，人力已竭，功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为此，其如宜天下何？”宜诏示四方，使民知之。于是下诏罢休。改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前为兖自许州来朝，图相位，讽奏为兖常为枢密使。以皇太后因属罢之，是天下以不思，故不可复用。遂以为兖守河南。使契丹到过幽州北，见原野平旷，慨然曰：“此为战地，不亦幸哉？”辽人相慕不敢对。昨天张阁呆滞之审行愿出之青州，在千户部郎中。时山东击宰相王岑亲人家积粟多，讽发取数千斛计饥民，因请遣使安抚京东。入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忠臣，又请一曹江、淮米百万，自河阳、河
因冬夏以正代之。前为演唱义县义二太后以赴真宗庙事讽弹奏之，即言其在太后时权宠甚甚，且与后族联姻，请处去。仁宗不听，讽袖告身以对曰：“陛下不听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为掩守河南，臣早募忧刺客，愿纳此，不敢复为御史忠臣矣。”帝不得已可知，讽乃驱出，遂贬为掩随州。PG 1445。陈尧左霸参知政事，有王文吉者，告尧左谋反，仁宗遣中官讯问，复以书讽。夜中被指纠结，但得其诬状奏之。时上章议皇后事，宰相张世训、枢密使杨崇勋日中不复位班，讽旦事。训与崇勋俱罢。讽常侍对，帝与及郭后王子。讽言王子大义，当废，因何帝旨以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使敌匪为直学士。已久，讽甚弃凌匪，宰相李迪诱之，遂特召班匪上论者非之，寻转阁学士，又即免三司使，改翰林侍读学士，管勾降元官，喜会灵官，复改革学士，给侍中，知兖州。既至郡，而庞吉为广南东路转运使，未行，上言相为侍御史，常奏旦讽以三司使区为左藏监库无守，则奏客千官赏。每人同父弟取守则女，讽以迎安乐以守则相接纳。既出兖州，乃带延平、贾翰林白金器数千两自随，而增产于齐州，是官田窥评估。至欲于南京合之，讽作方听只善持一海兖州，当赎。即所奏有不实，当免官。宰相吕夷简及讽诡计，特贬讽武昌军节度行军司马戴吉、指将官之临将军，由是宰相李迪等作亲善讽皆斥。遂中喜保信军听居舒州持母丧，又许归齐州，日饮酒自纵，为时所击扶除，改将作少监，知淮阳军迁光禄卿，知陕州，道改潞州。入见帝言元号不可及，独以兵守要害，汉侵略久当自服。倘内修百度，攻节俭，如祖宗故事，则将事不足忧。复给侍中促讽常建议朝廷当差则能臣，留以待大臣之不称职者。大臣闻而恶之。又数短参知政事王随于帝前，因奏外人未臣逐，随将取其位，愿先出臣，为陛下引奸邪去，而朝廷轻矣。又常与张世训议事不合，讽曰：“是谓大事未易可易，小事不足为所为中和事邪？”即为庞吉送，仍谓大臣因讽吉焉。讽内旷达，然百合途径不守明简，所与有者折目其所为。 PG 1446。十号，东周一党山东人严泰出作一党诗，赐之而将前者又常遗书以书其过云：“子宽之中尚书刑部郎中之濠州刘师道，字损之，一字宗盛，开封东明人。”负责又补阙：“师道
雍熙二年举进士，出命河州防御推官，立保宁、镇海二镇从事，凡十年。王化基、吕佑之、乐使见于朝，擢著作左郎。才一月，会考克，又迁殿中丞，出知彭州，就加监察御史。转运使刘熙、马相上其志计，赵归。会普洛之败，奉诏和白守荣。被御臣太宗讲其情，面赐飞鱼。川陕豪民多旁户，以小民易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拥敛，悉佃客承之。时有言理顺之乱，皆旁户纠集，请则旁户为三旗长叠主之，酬岁劳则授以官。赵师道使两川一旗事，师道以为叠使主领，则征分资多，属以民及幼众，增扰害，廷奏非变，促罢之。改辞部员外郎，初为京东转运使。真宗四位，进制度之。咸平初，范正辞见其才堪长明，喜之润。周三年，改淮南转运副使兼淮南、江、浙、金湖发运使。四年，以曹氏入奏，特迁司封，而为正使，改工部郎中，代察道，为三司度之副使。七月，擢枢密直学士，掌三班，而擢全三司使，从幸澶渊、判随驾三司、充都转运使。师道第几道，举进士礼部奏明、江亭士、进至西湖明教等。陈尧咨当为考官，教几道于卷中密为十号。几道既着地，是谢赵落其籍，永不逾矩。师道故求便礼，赵曹利用，边宿严惩。汉义御史府推至之，作论奏诬枉，则为中武军行军司马姚咨免所居官，为运州团练副使。二年，以交四恩，起为工部郎中，知富州，换秀州。大中祥符二年，以兵部郎中知潭州，迁太常少卿。师道敏于立事，所至有身，立民为爱。长沙当湖领都会，剖繁西至。PG 1447，暗无留事。岁满，复加枢密直学士，换左司郎中，留一任。七年，李应基代还。应基未至郡。六月，师道报病卒，年54。陆几道为侍秘书省教书郎。师道性慷慨上气，善谈事务，与人交敦笃。公为师，多语洋溢，备惆怅，当时称之王继，字巨川。其先真定人，祖亲有辞变，赵王荣赵志幕府荣正衰，轻巨祸，必得深州饶阳，遂为县人。复述后，唐时童子及弟开宝中知秀州，会盗起陈县，为盗所杀，将病害继。继服旧号痛，谓贼曰：“吾父已死，吾安用身为？但恨力不能杀汝，以报复仇耳。”贼亦之，舍去。继携父骨逆山谷间。继而官军大急，继托深夜骑率诸乙陈讨贼之计，乙加之以乙数帛，奏假意致遣归。先是继母终于岳阳，全贬佛舍。
致仕，乃病户二丧还饶。阳周将以闻，太祖召见，以其上少，且比就学。雍熙中上书自陈死士之孤，得是学士院，补龙溪主簿。时调福建书贺龄为建宇，贺非常有物，有司都则吉，亦与至职数百钱，民甚苦之。既欲名取额龄代书，人亦奏其事，因召庞俊熙如计所成。现有碑堂数百顷，为相豪握其力，会遂汉继西导之，分盖名田。汀州以营也构送，十年不绝，逮系数百人，转运使使寄居之，才七日勤的，只作数人。再调作陈卫、喜临河主簿。转运使王嗣宗被召举法官，以记名文。迁光禄寺丞，权大理丞，改刑部祥副官，通判镇州。幕首多勋旧武臣，聚贵临下，继位长挠屈。庶促颇自报不法。夜获焚民舍为盗。一系报有火，继部壮士数十前往真寺，果得数被并所盗物，即斩之。持奏其事，太宗大悦，都孝孙进使久无赖，欧哲人耻，既不四奏，杖己送阙下，咒事君臣未肃，就迁太子中舍，诏书奖劳，诏判登文古院，拜监察御史尚书。 PG 1448。臣统天下之术，结民务之道，大者有时则左右，别贤于朕。名器去冗时，加俸禄，谨政教，选良将，奋兵术，修民事，开市境。其言切于时，词多不载。贤平初，既以行纲上凡，建议请山定制敕，乃命张齐贤领。其事既欲焉，行统旧条，持杖行节，不以赃有无，悉抵死。其贤亦或不得才者，既曰行，其余无行，以死拒之，尚不畏，况缓其死乎？因与其贤停真数四，既辞气甚利，目其贤为腐儒，然促从其贤意，人以计为客，改言铁判官。车驾巡师大名，调丁夫十五万修皇汴河，既以为劳民。赵继持往京度，还奏省十六七，其贤实为乡，以何爵为忧？因对并赵继见其贤，请令继属状保和不爵。既曰何爵亦因阳灾枕，宰相苟能和阴阳，米灾枕为国家治太平，何之不绝？臣亦可保。其贤曰若是，则今非太平邪？既曰北有契丹，西有季迁，两河关右遂被侵扰，以陛下神武音略，苟用得其人，可以训治，今则未也。上动容，独留继问边事。继曰陛下臣二圣之机，拥百万之众，蠢资丑鲁，感而平临，盖谋谋当国之人未有如席之比。臣为国家所事，独一鸿和耳。此臣极贤之秋，不然臣惧敌人将引马于何主矣。右者北边策十五条以县。三年选官判大理寺，上曰法寺宜则当官不回者，苟非其人，或有冤滥，
即感伤和气。王季尽属言事，似有操持，可视之。遂令季全判大理寺事，扶金卫刘盈及僧舍屠狗群，引仗义林官至死。季论以大辟，欲赦从刘，时王钦若之审刑，与季素不相的，又以季常侮其贤，乃奏应当以得因缘事其贤。王钦若意季作故入廷官。余年，复为监察御史，通判河南府。景德初，徙之河中府，契丹南清，上信澶渊、赵元和断桥梁，毁船舫，积缓者论以军法。季曰：“陕西有关防隔河竹。”PG 1449。卢远蜀军处数万，一旦审之，可袭，又动摇民心。因密奏请其事，上升加叹，遣使包谕。未几，召拜工部员外郎监事狱，使之杂事。三年，判司农寺。时周伯兴见，即臣监言曰：“袭。”唐太宗以丰年为上瑞，臣愿陛下日甚一日，居安虑为，则天下幸甚。受诏与刘宗改定查法，颇易旧制，由是武丁卫林特刘成归备，因与清若叠底资之。四年，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上满家未遇，人借以朝廷，却失许密上言，迁刑部郎中。郡臣西有钱塘湖，盖田千余顷，遂久因塞。既命公郡治增至斗门，以备溃疫之患，人以白居。亦就既刻石湖侧，民颇立之。睦州有狂僧突人周谢，出妖言，与转运使臣姚左按其时斩之，上加其能断。大中降服三年，徙之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抚使。蜀遂汉明基，公都官吏为弥州，日清长而给之，陆基名为周兵，全活甚重。是岁卒，年59。一奏大旨以进贤退于宁，罢土木不及之废为言。季颇涉经史，好读《左氏春秋》，性刚直，摩索未必少。时深州刺史念经所一见弃之，且托后于季。经所没，季抚其孤，受制录事。素与内臣裴月有隙，越作事，上怒甚，命献府居之。季氏之杂事，立为便礼，遂获钦点。子孝杰，国子博士。论曰：“未有清洁，临事多从变文，定好规划，师道喜论事。”五，正慈案贪利，变冤狱。既议论挺特，摩索未必五成者，是不过监司郡守，而名称甚茂，可上哉。方协，字其古，新化莆田人，年20，即进士第，为温州军事推官。遂积名誉立军就领时，周不敢善慕，协乃一提点。行御吕以简曰：“民破流亡，不早募之，将聚而为道矣。”宜简从之，即为军者7000人。后迁汀州判官，权知建安县。县产茶，每岁先设日，吊民数千古造山旁，以达阳气。协以为害农，奏罢之。PG 1450。
迁秘书省著作左郎，立之福清，资阳县。累迁尚书屯田园外郎，为御史台推直官。李周陶促雍明家自己，一日诬告明是摩陀神，遂杀十二人以祭。周逮其族三百人戏狱，久不绝。协被召就和，令促书所杀主名，按验皆王状，事遂变，促以诬告论死。知杂事庞吉见为御史李行，在迁侍御史。南京弘庆宫灾，写引汉霸元庙故事，请勿复修。元号寇塞门，陆延副总管赵振斗挠不出旧，赵协往案之，法当斩。协奏兵寡不敌，苟出以耳贼无益也。振由是得不死，为开封府判官、江南安抚。三司岁出汝乡，免起下州。郡沛民协奏罢之，更严铁判官、迁兵部员外郎兼御史之杂事。严以罪折兼当者，兼司务的差权清明官。判大理寺改度支副使，昨天张阁呆滞，江淮至治发运使，知杭州，迁刑部郎中。协以立事进，至杭州有能生。喜饮酒，至酣宴无节。数月，报中风，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迁光禄卿，促曹尹书，字秀之，亳州谯人。初明熙，常梦之官府，见尹书名，遂更名尹书。进士及第，立威圣军判官，为州军事推官。御史中丞蔡其建为台主薄，改大理寺丞。韩义之亳州，辟迁书。节度判官事，通判宜州。韩琦文彦博见其才，喜夔州路转运判官。夔侠上淫词，人有疾，不是医而专事神。尹书悉进爵之，乃教以医药，提点陕西路刑狱，下人纳款，诏与户部副使夏安琪转运使柳浩简述促立元之勇者，为开封府判官。时狱使宋喜居卫士狱于内侍省，喜不能辨，即狱具内侍使喜自为牒，尹书言喜为致使辱命，请治之法。元昊死，为下国祭奠使，除职使馆，知凤翔府，喜益州路转运使，全度知副使。农至高寇岭南，朝议以闽中九持兵备，昨天张阁呆滞之福州。累迁右司郎中，为陕西都转运使。自庆历驻大铁前行陕。PG 1451。昔明道著不已，三司上却铁之意。尹书曰：铁前轻而获重，不可久行，况官自却铁乎？请罢驻诸郡铁前，以三铁前当铜钱之一，从之。两川河买卷给陕西兵，而蜀人苦于反敛。尹书为岁出本禄明钱五十万，以义军医之余者，两川之民使无扰焉。晋龙图阁直学士之永兴君，然年老，见昏茂，事颇拥积，人或朝翘之，促于官。刘元于字君玉，河南人，进士及第，补武阳县主簿，改秘书省著作左郎，知雍丘县，通判檄，并二州，知颍州。以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上言：“
考课之法，自朝廷至员外郎、郎中、少卿、虚卿望官五人保任使得迁，故服薄被日趋全门，非所以仰廉耻也。赵霸之提据河北辩敌，会永宁云义军事谋为变，力穷补党羽谋，结求以反，百姓窃之多逃避。源于迟滞，斩为首者，其余皆是去不问。历京西、河东转运使，迁右司谏、合奏及贤孝礼禄。今谪官在河南日，仗死争田寡妇，且待民抢，兼私列见其才，投托权要，遂复管职，请重治于法，并作保荐者。赵树立遂篡京元州。右书李用和、曹从、李昭亮不可点军，粮食不当翰林学士，范仲淹以非罪贬，继父天章阁呆滞，宜在左右引诸于晋。欧阳修皆以朋党斥逐，此小人恶直丑正者也。继而与晋等相失，反言前除夏竦为枢密使，见陈数人执其旧过，召至都门而罢之。自此以进退大臣为己任，积节阴司为中职，简言轻薄，列之管阁，以唱和为朋比。进出两府，出自圣断，独党人以进用不出于己，议论纷然，臣恐复被书罢矣。前日孙府建业清晨，毁丁度，笑此也。因论晋之至告不宜兼领见职，且奉使契丹，对契丹主效六国语，辱国命，请加罪。修晋深恶之，骤世论者以源于为奸邪。 PG 1452。后除三司言前副使，以天章阁呆滞之潭州姚仁树为寇。源于使州人杨卫入眉山，说酋长四百余人出听命，因后靠之，即以为名，凡千二百户，徙贵州、固辞、降邓州，坐在潭州陕捕化公议员即为化助教，降之随州，又失保任，改姓周，徙襄州。妇人子张瑞少孤弱，同李车氏归取其财，乃取瑞父弃妾他姓子养之。彼长使自诉，因求立为助，周断使归张氏，瑞莫敢辩。既同居余年，车及岛令求息居，源于察之穷志的坚壮，秦车篡之，人服其名，立河中府，以左谏议大夫之青州。促源于性贪，致翘犯禁物，轻与小人争权，时论比之。杨告自道之，其先汉州绵竹人，复允公西京左藏库使，数任事有功，既死，赐告同学究出身，调庐江尉。时张景吃力，死而力不及，逃归告，据告不见纳。告曰：“君勿忧也，吾死身已知。”景促免，改封陈主簿。亦有贼杀人，投尸于江人，知主名。而未不敢言，告闻亲往擒贼，有言贼欲报怨者，告不为动。继而果臣夜欲赐告，告又不得，至于法，境内肃然。再调南建州判官，知南安、六合、钱塘、宁国县，改大理四城，通判江宁州，盗杀商人，
凿州省师江中，有被诬告者吃服欲拒，告疑其无状，后数日果得真道，喜之池州累迁。尚书司封员外郎、开封府推官、开差司，为赵元昊经节官告使。元昊专习自尊大，告喜作及兵卫，莫之屈也。除京西转运副使，蜀部遂击，所至发公领，又幕复事出肃正之，民伐桑邑肃不能受，告命高其孤以给酒，官民获计者甚众，以及全管沟西金流台，请之判三司平邮李倩思为淮南转运使，喜至至发运使，除三司户部副使，更度之安抚河东，改盐铁副使，历辞部度之司封郎中，以少府监副为制制发运使，拜右见议大夫，知郑州，徙江宁府寿州，告小法令，颇知财力，而不务苛刻，时好能力，然喜事权。PG 1453。贵以要进。一子力学有闻，数为进臣见，赵氏赐同进士出。身未几卒。告悲伤之，寻卒。赵吉自惜之，其先幽州良乡人。父的是契丹为魏州灵。秋令雍西中，王师北征，乃归受掩师令，因加焉即举进是为慈州军事推官，徙广信军判官，改秘书沈著作左郎之魏县，徙九陇，以母老兼叶县税，立黄河御河崔刚通判清州大名府，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被举为殿中侍御史。全宗正臣赵和下手恩遇，内侍曾手中用会脑法，即和正其罪。迁侍御史，下手晕经略西比骸，即言其无功，不可复书府。又书罢郭成又团练使，未几请知怀州，徙徐州，还为三司户部判官、迁兵部员外郎、京东转运按察使。知莱州漳州务贪暴，即合奏贬州务。另外擢监事御史之杂事，数论时政，全判吏部留内权。初权力逆元阙，与选人为事，即奏阙至即榜之，吏部榜阙自即使。迁户部副使，以及改刑部郎中，直招文管，知魏州，赵为盐铁副使。又以及请知汝州，遂于复赵为副使，不复。喜之。河中府特拜天章阁呆至右司郎中。四明堂迁右见议大夫。还判大理寺留内权。初知徐州极甚，求解禁职海州事，乃以本官管沟南京留司御史台，未复卒。及和后迁退，内行有笃，所至有深，名利爱之。刘石字子镇，徐州彭城人，举进士为澶州观察推官，在调湖南节度推官，改秘书沈著作左郎，知益都县，喜阴平。在迁太常博士，通判建州。沈郎周玉活死求妻人。王尧成安赴陕西，见之擢之耀州。富平有盗掠人子女者，即救秦阳。死四间一去，补的富阳死，
守者以报，时去焚其尸。拜监察御史王德用自随周召还，进城言其有返乡，时保佑之。立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迁殿中侍御史，上言转运使。PG 1454。己职郡县，科庶官吏，人不得逞其才，宜稍宽甲，不为改者神。至之，赵义为周和引诸司用公使前，颇复制重法，以固诸作。废。还为尚书礼部员外郎监事御史之杂事，同判吏部留内权。除盐铁副使，义者为时探宰相役，身至诸罪，故得忧卓焉。明年，晏子成殿，副使当作殿东武，时不及坐，去出阁门奏之，作折之宜州，徙兖州。又作宜州务出求死罪，降之海州，岂为河东转运使，迁户部员外郎，复为盐铁副使兼领河渠。是汴水决凿河因新渠，通漕运如故。会江南基昨天张阁呆至知江宁府，奏运苏州米50万斛以待饥民。除户部郎中知广州农至高初平，时练士兵器械器，作铁索断江路，有道巨山赤带罪招之，不肯降。时知并山民资之时，即喜民绝响，道困促起降，民安之。居二年，母老求内喜，遂徙徐州。时喜曰：“习不依随计，今已是从官三品复典乡郡，过时望矣。”又以左司郎中之运州，迁龙图阁直学士之庆州。时少见，母更驾银簇，即登第，具袍护驱簇舍银母，礼人观叹。然是久，持法少数，改之密州，以并簇。王宾、光州故使人祖晏婴妇人侃，从其族人朝入闽。朝有闽土，晏婴颇用事，朝恶其逼，因欲屠之。晏婴绝之，且家夫海奔新罗。新罗常爱其才，用之，父子相继执国政。宾年18，以宾共入太学。淳化三年，进士及第，立雍丘。为皇城司因遣人下基县刺史，多立民，令左志与为宾主。宾志补居之的所受禄，治之法，自是召清史官吴德出都城，亦又颁殿职，辞不受。后以秘书沈著作左郎通判云州，立之府州。府州名李甲，饶因恃才武断相取，县莫能治。甲从子立县令，人告甲与赤臣于兵案，治之，所其家的所藏兵械，有的服弃，有龙凤氏，甲作大逆气势。并按因常强取人奴，配岭南州。李肃然 PG 1455。擢提点京湖南路刑狱，徙之潭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出为京西转运使，徙河北。布立马崇镇以张献太后因家豪横不法，兵发其奸赃，下吏武太后意，徙京东，又徙河东、陕西府，为三司盐铁判官、判兜李倩、平邮司、累迁太常少卿，促重简自谓之，
扬州江都人。以平庸书扬一门下，亦教矣。师父遂举进士，历通判郑州、河南府推官，改秘书省驻作左郎，知芜湖县，通判楚州，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改侍御史，安抚京东，迁之真州，入为三司度之判官。今至陕西粮草，九迁兵部员外郎，直使馆，知陕州，徙江东转运使，除侍御史之杂事，为三司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奉使陕西，多人喜怒，以马追及军士流血，仁宗面诘之，不能对，初为河东转运使。余年，复为盐铁副使，在迁兵部，擢天章阁呆滞，知广州。农至高范雍州，沿江而下，人告急，简折求之，人绑于道，敢妄言惑众者斩，以示人不复为避贼计。彼至高志，使令民入城，民真道，竟以金帛遗婚者，相柔见致死者甚多，其不得入者，皆负贼。贼既去，以其能守城，喜之荆南。继而言者论之，遂落职，又降刑部郎中，知云州，复为兵部郎中，徙洪州。卒。论曰：世报一义者，私奋力以功名自效，况其设施见于政，是者乎？方协、曹颖书、杨告、赵吉、王兵之流，皆文吏，能推恩行力，颤凡去度，其志不下古人。刘元瑜、刘石备亦不减此数人。然而元瑜基底于禁，时闻至隐诸公义所不与也，重简小才，所谓斗烧之气也，何足道哉？ PG 1456列传第64。杨义帝伟从子弘朝囧子宗阙刘云薛颖。杨义，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义，南唐玉山令，义江生。文义梦遗道士，自称怀玉山人来也，未己一生有毛背体，长齿鱼，今月乃落能言，母以小金口授，随即呈送。七岁能熟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雍熙初，年十一，太宗文其名，召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是词意，送阙下连三日的对是诗赋五篇，下笔历程。太宗身加赏意，命内侍都知王仁瑞送至中书，又赋诗一章，宰相金齐俊逸、嚣张为贺。翌日下至曰：汝方调称，不由诗训，今爽神助，文字深知，月景绝尘，一日千里，与有望于汝也。即受秘书省正字，特赐袍虎额丁外兼服除，会从祖辉之之许州，一往一焉，务学昼夜不息。辉之间语语叹曰：心无门者在汝矣。淳化中，亦却献文，改太常侍奉李郎，人令读书密阁。显二经父命侍翰林，赐进士第，迁光禄四城，属后院赏花曲宴。太宗诏命赋诗于座侧，右上金明持诵，太宗送其景据于宰相。明年三月，院中曲宴，亦复以诗献。太宗亚有司部
时召宰相言旧制，未贴职者不遇，即以一职及贤愿表求归乡礼，赐钱十五万。至道初，太宗亲置九贤禽，五贤软，闻是奏颂者众，独称义为优，赐妃瑜。二年春，迁著作左郎，帝知其贫，屡有瞻赖，常命为越望深臣使。时公卿表书多假。PG 1457。闻于义，名称义者。真宗在京府，挥之为首僚、底中书书、西议草定。即位初，超拜左正言。赵前若水修，太宗实录奏议参与，凡八十卷。而一读草五十六卷，书臣其外补旧养之处州，真宗称其才，常于史学留不浅，故请乃许之任。郡人周其名笃学有闻，身家里呆。赵还拜左司谏，知至告赐金子。咸平中，西比未宁。赵进臣议灵州弃守之事，议上书曰：“臣常读史，见汉武北驻朔方之郡，平津侯建以为霸必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霸之。上使便是朱买臣等发实策以南平，今平津不能对。臣以为平津为贤相，非不能折买臣之舌，盖所以将顺人君之意耳。就称朔方得在要荒之外，身教不及。元朔中大将军为清奋兵略地，列至郡县，今灵州盖朔方之故，须辟界西鄙，数百里间无有水草，烽火亭帐不相望，当其道路不庸，囊溃无余，犹足以彰大国之威身，为中原之汉壁。自边境屡经兄党昌斥，爵赏之而不公，讨伐之而无获。自曹光时，白首荣、马绍忠及王荣之败，资粮非聚，所失至多，将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致木商人书薄入骨，长价数倍，孤壤著城，边民一骚，国躺匮乏，不能治边人之命，即济灵武之急。数年之间，兄党余盛，灵武为谍，岿然仅存，河外无城，既闻陷没，但坚壁清野，坐石糗梁，壁垒整戈，苟度朝夕，未尝出一兵池一骑敢与之角，此灵武之存无益名矣。平津所言霸必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朕今日未也。臣以为存有大害，弃有大利，国家晚宿之劳，士卒流离之苦，悉皆免焉。尧舜禹圣之圣者也，得不过数千里，而明德隔天，四门睦睦，武丁、成王、商、周之民主也，然的东不过江黄，西不过堤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太原，而宋身并作，号为治治。及秦汉穷兵拓土，肝脑涂地，效其功德。 PG 1458。岂可同年而语哉？习西汉贾捐之谏义弃诸牙，当时公卿亦有议论，元帝力排众说，愤乎独谏，下诏废之，人颂其德。故其诏曰：义者以弃诸牙修威不行，夫通于时变，即忧万民之机，而为孰大焉？
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必不贤之辱哉？臣以为累于灵武也，必以失地为言，即燕祭八州，何皇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为？臣妾为太祖命姚内兵领庆州，董尊会领环州，统兵才五六千，西父以捆外之事，士卒效命，将义晏然，朝廷无干时之忧，将义无与书之景。臣起选江陵边，赐给领父，资以策略，许以便宜而行。倘寇扰内属，挠之以进兵，视之以大幸，怀荒镇远，欲以赏格，彼则崩溃众叛，安能与大邦为敌哉？若欲谋臣庙堂，功在漏客，臣以为彼众方侠，积财由风，未可以岁月破也。直须弃灵州，保还庆，然后以济困之耳。如臣之策，得削将数人，提锐兵一二万，给数县赋以资所用，另分守边城，则寇可就擒，而朝廷得以无虞矣。景德初，以嘉平、起点郡将左诏令之通进瀛台司监门，下封博士，时以吏部全主事前移黄部王太冲为大理评事，亦以陈立之见，不一任亲至，即封赵骸。未几，太冲不外，俄判使管会修策府元归，亦与王清若同总骑士，其序次体制皆亦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赵经一篡定方用之。三年，赵为汉灵学士，又同修国史，凡便利多出一手。大中降服出，加兵部员外郎、户部郎中。五年，以及再告，遣中使至太医视之，亦拜张谢，上作诗批指尾有赋予前席呆明贤之句，以九级求解尽职忧。赵不许，但全免朝职。一刚介寡和，在书局为与李维、陆镇、刁看、陈月、刘云背后善。当时文士闲赖其提品，或被贬义者，退多怨匪。王清若骤贵，亦素薄其人，清若贤之，屡绝其。PG 1459。诗陈鹏年方以文史受尽，既一明出其右，相与毁资，上诉众亦皆不获其说，亦有别墅在阳翟，一母往视之，因得疾请归省，不待报而行。上清兼要计，加金帛以赐，亦素体雷至是以病文，请解官。有守县官和亦不似命而去，受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许就所居养疗，常作君可思父，以书中分策府元归臣进至秘书监。七年，病愈，起知汝州，会加上玉皇圣号，表求培育及代骸，以为参降仪治副使，知礼仪院，判密阁、太常寺。天禧二年冬，拜工部侍郎。明年，全同知共举，坐考校差谬，降授秘书监、丁内监、属行交礼，以一点司礼乐，为促哭，起复工部侍郎，令事事。四年，复为翰林学士，受诏注释御籍，又兼史馆修撰、判馆事、全景灵宫副使。十二月，
卒，年四十七。陆其子弘为太常侍奉礼郎。一天性隐悟，自幼集中，不离汉墨。文革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汗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自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悉然宗之，而博览强记。尤常典章制度，时多取证。喜会右后进，以成名者慎重。人有片词可记，必为讽诵。首集当世之数作，为笔院识文录数十篇。众交游，性耿介，尚明节。多周给亲友，故领路亦随而进。刘歆是典禅观之学所着，扩苍梧以隐阴寒沉，退居汝阳盆山观鳌等级，内外志刀笔共194卷。第一景德中举进士，得第三等及第，以义故身为第二等，亦无子，以从子弘为后。地位伟字子奇，又学于义。天禧元年献宋赵氏学士院，赐进士及第。以侍秘书沈教书郎之渠州龙游县，再补齐州路士参军。国子渐渐为执讲，驸马都尉李遵续守禅州，辟迁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迁大理寺丞知河间县，再迁太常博士，用进陈简 PG 1460。为集贤孝礼，通判儋州，会巡检部促李肃和州促200余人，谋杀巡检使，入谷角门，周将不敢出。伟挺身往问曰：“若属何？”为而反。据曰：“将有粟于州，非反也。”伟曰：“持兵来，非反而何？若属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愤而欲鱼肉之乎？”昔令投兵，坐及守恶得十余人，斩之。喜之降福县，提点开封府，借诸县政公事，全开封府判官，又判三司开差司，累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同修起居住。伟清盛，无志聚财，常秉小户以朝，直至告缺。中书以为明景仁宗曰：“此非秉小户者邪？”遂命之至告，权谏院。常曰：“建臣已陈列大事，系故何足论？然当时击其王卜，迁刑部郎中，为翰林学士。赐明堂，迁右司郎中，判太常寺，为群牧使兼侍读学士，进中书舍人。卒，赠尚书礼部侍郎。弘自望之，以阴历官之迎县。迎滨海二少犯于盐者，群居州岛，或掠商人财物入海，力不能进。弘至，设方略，使食者执二少船即归，使给孩，且借欲之，由是不敢为道。以义文献赐进士出身，通判越州，知云州，提点江东行狱，除转运按察使。江东击弘开一仓镇之，力持不可。弘曰：“义仓为名也，烧鸡人将瓢矣。”弘欲下级，常曰：“不法之人不可待，去之只不利一家。二岂可使郡一千万家俱受害邪？”
闻者望风解去，或过其步。感之官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坐将之衡州、喜越州，为荆南转运使，喜福建，不复知湖州，复为江东转运使。官至太常少卿。卒。弘姓严，虽家居，儿女不敢妄言笑。据书数万卷，手抄事实，名《窥豹篇》。朝炯，字明远，是为澶州清丰人，自其父权，始喜家蓬门。炯举进士，为大理评事，立之越州路士参军，改将作奸臣，稍迁殿忠臣，作诗入囚死罪，夺二官。复将作臣，兼徐务二州。PG 1461。税迁太常丞。真宗即位，用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沆瑗、擢右正言、直使馆。县咸平新书50篇，右县礼书1篇。赵氏除右司谏之至告，判尚书刑部。帝北征，雍王元奋留守京师，加右谏议大夫，为判官，进翰林学士。魏己知审官院，为明德、张穆二元林礼仪使，同修国史。知大中祥符元年共举，封泰山，祀汾阴，痛太常祥定。遗著累迁尚书工部侍郎，使契丹、还奏北庭记家史管修撰，知通晋银台司。现玉清昭应恭送其子宗操继上。景陵公庆臣歌。帝曰：炯父子同献歌颂，晋身兼美事也。使臣擢刑部侍郎，晋臣止。时朝廷方修礼文之事，诏令多出炯首。长夜召对，帝令内侍持烛送归院。方胜属为捐宿，执令三五日一至院。炯辞已非故时，乃听四秋还执迁兵部侍郎，请分司西京，特拜工部尚书及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赐一子官河南以就养。仁宗即位，迁礼部尚书，居台六年，累张请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给权奉，遂时赐赖如学士。天圣中，炯年81，诏宴太清楼，免无蹈。子宗却为之至告，是从痛欲宴。炯作御史，忠臣之难，与宰臣同赐御妃白大字。既罢，所以宠赖者甚厚。晋太子少父，后复召对言和殿，帝访以弘范与杨之应。对曰：彼年便灾见真，此天所以谨陛下。愿陛下修斥王室，以当天心，庶几转乱而为祥也。继而献辅议慎行真。大顺审行无尽登颂，凡无篇。即感极绝人事。平医药据官服而促，年84。罢朝一日，赠太子太保是文员。炯善吐纳养生之术，通事老书，以经传复制，为一家之说。幸乐意宽简，福道履正，虽贵世魔所趋，历官临世，未尝邪情害物。真宗数称其好学长者，杨亦常为炯所作书命无过褒的。PG 1462。
代言之体。喜执正经史一义，表阔自类。有以数命与囧，囧曰：自然之分，天命也。乐天不忧，知命也。推理安常，伪命也。何必逆计未然乎？所著《翰林集》30卷，《道院集》15卷，《法藏岁经录》10卷，其志于书，随音记述。昭德新编各3卷。字宗悫。宗悫字士良，以父因为秘书审校书郎。屡献歌颂赵氏，赐进士及第。又除馆阁校刊3000大理寺丞及贤校礼监注释，御籍检阅官。囧领西台，宗悫求汴养，通判许州。仁宗即位，迁殿忠臣，同修起居住。天圣中，百官转对，宗悫请柬上贡。肯贤田，则御官，令监司举县令。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之至。告。宋寿长卫，自唐以来，为扬于林深见其子嗣父继长书命。今时有朝事焉。父忧，夺丧，管勾会灵官，入翰林为学士。母亡，又起父，兼龙图阁学士，全发遣开封府事，便学一遇友。能明。元号反，关中九宿师，以宗悫安抚陕西，与下耸义工手册。未还，到拜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会朝廷以京师胡床及荆棘。弃赐古斯罗，宗悫曰：仲书于西祠亦请梵音。孔子曰：不如多与之意。梵音，诸侯之马氏，犹不可与陪臣，况以臣愚？知弃赐外臣乎？必欲忧其礼，不若加赐金帛。后从帝交此感，即数求罢，除资正殿学士，给侍中。数日，卒。赠工部尚书，是文庄。宗悫性敦厚，是父母孝，笃于故旧，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在翰林，一系草江向武志、褒扬训诫人的所宜，常密诏访边策，臣妻室颇施用之。刘云，字子仪，大名人，举进士，为馆陶县尉。还会诏知至告杨义士选人校太清楼书，卓云第一，以大理评事为秘阁校礼。真宗北巡，命之大名府观察判官事。自编比罢兵，国家 PG 1463。闲暇，帝垂一篇集史籍诸如考论文章，为一代之典。云欲修图经籍，策府原规，推为精敏。真宗将四焚虽屡的嘉奖。赵云及监察御史陈从义重和殿副歌师，帝数称赏，车驾西巡。又命云转土训，是时四方献福瑞，天子方兴李文之事，云树上附送。即策府原规，臣进左正言，执使馆，修起居住。长暑疾与告满，折在雨积200日，每诏续其奉。迁左司谏，知至告加使馆修撰，出之邓州，徙陈州。还纠察在京刑狱，知贡举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复请邓州，未行。进翰林学士。初，云长草丁未与李迪霸相至，
继而为复留，令别草志云不奉诏，乃更诏晏殊。云自愿出，欲书枢密院南门。书侧面而过，不敢依，盖内有所愧也。第九集，魏晋善权。云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请卜外以右谏议大夫之。庐州仁宗即位，迁给侍中，复召为翰林学士。逾越，拜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严氏皆先白忠臣。云榜台中，御史自严氏无白臣杂。知天顺二年共举，数以急告进尚书礼部侍郎、枢密直学士之颍州。赵骸复之共举，进翰林学士陈止兼龙、屠格直学士，同修国史，判尚书都审。四南郊为礼仪使，请素斋太庙日，罢朝享御清朝应公。四里城被銮驾攻陷，从之。云素爱庐江，遂住侍城中，构阁葬前后所赐书，帝妃白书曰：真宗圣文密奉之阁。在之庐州迎种木做官，自为名客之。既病，喜于书阁。促云景德以来，居文翰之选，其文辞善对偶，由公为师。初为杨毅所识拔，后遂与其名，时号杨流。凡三入晋陵，又三典共部，以策论升降天下事，自云史。性不苟合，欲世明达，而其至上简言。然晚为杨迪同姓妇人奏求恩泽，轻易少之。这策府应言，荣誉晋陵、肥川、中司、汝阴。PG 1464。三入玉堂，凡七级。一子早卒，田庐梅官。包拯少时，颇为云所知。及拯显，奏其族子为后，又请海所媒田庐云。薛应，字景阳，唐中书令元超八世孙，后家于蜀。父允中，是孟氏为给事中。归朝，为尚书都官郎中。应进士及第，受大李平氏，历通叛绵、宋、深州，累迁太常丞。王化基荐为监察御史，知开封县。太宗诏对为江南转运使，改左正言，直招文馆为江淮两浙察言制治副使，改京东转运使，徙河东，兼河西随军。求汴卿知襄州，再领曹京东，积迁尚书礼部郎中，擢之至告，全判吏部留内权兼制治群牧使。同梁浩安抚河北还，全判度之。应以右谏议大夫之杭州。应临爵丰瑞，廷无刘氏转运使。姚炫以蜀州当执司吴的折断途以上罪。应即奏徒刘吃杖，自有苛条，苟情状明白，何必细欲以泪和气。请召天下，凡徒留罪于常例前对辩，摩所议，听遣决之。朝廷师用其言，与炫计不协，遂发炫那部内女口及欲同气一取其职，又广士绫罗不输水。真宗遣御史台推勘官楚拱和炫，得时贬连州文学。应作长诏人取告炫状，当赎金，
帝特释之。在行五年，入之通进瀛台司监门下，封博士，封泰山为东京留守判官，迁给侍中，勾当三班院，出之河南府。四坟阴还铸碧犀经，以应有志状，赐御书嘉奖。迁尚书工部侍郎及贤院学士，判尚书都审，进枢密直学士，知深州。建言州以牛复名出租，牛死租不得捐。帝览章决然曰：此朝廷岂之邪？因令诸州调奏，悉捐之。请之，纠察在京刑狱，在判都审。历尚书左丞，知扬州。喜病州，又喜永兴军，拜工部尚书兼御史中丞。仁宗即位，千里部在为集贤院学士、判院士，知曹州，分司南京。卒，赠右仆射，是文公。PG 1465。应好学有文，该览强记，善笔札，章奏尺牍，下笔力沉，为志严明，力不能欺。每五谷官代，黎明俱按爵士，虽寒暑，无一日一也。子要清密阁校礼，孙生直龙图阁。论曰：自唐末瓷器禁闭，器于武技甚矣。先民有言：朕忙土裂，大音不完，必混义而后振。宋义海内文治日起，杨义守以辞张善天下，为时所宗，盖其清中耿亮之气，未促大师西发于言，宜乎雄伟而好博也。流云后出，能与其名气相似耳，至于文体之筋骨，实习使然，黄霞亦是哉。朝迥宽义与物无武，父子先后典书命，称为名臣。薛应学义，历数俱优，而邪愤以绝人之私，君子并之。